条 BTP 酒店，我叫 Mary，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你好，我要 book 酒店。好的，我帮你转到接待员。好的。你好，我叫艾琳娜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我要 book 酒店在1月9号到12号。好的，我会帮你查一下在1月9号的房间有没有空，请您稍等一下。好的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在9号1月，我们有两种房间，第一种是 Superior， 第二种是 Suite。你知道它的分别吗？有什么分别吗？好的， Superior 是它比较小间，还有 Suite 比较大间。Superior 是它是用 Twin 的床，还有如果 Suite 它是用 King 的床。在 Suite 的话，它有小厨房，所以你可以煮东西在里面。Suite 是比较适合家人，还有你和朋友一起来。我可以知道你是几个人？我要 suite room， 因为我和我的家人三个人。好的，我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吗？我的名字叫 Jessica。好的， Z for Juliet, E for Echo, S for Sierra, S for Sierra, I for India, C for Charlie, A for Alpha， 对吗？啊，是对的。您的电话号码还有 email？我的电话号码是0813720072000，我的 email 是 jessica@gmail.com。0813720072000，您的 email 是 jessica@gmail.com， 对吗？啊，是对的。好的，我会重复您的book。您book在1月9号到12号，一间suite的房间。您的电话号码是0813720072000。您的 email 是 jessica@gmail.com， 对吗？啊，是对的。对不起，我们的酒店有规定，您必须还500万的押金。我可以知道您的 credit card 号码吗？我的 credit card 号码是4234520064657374。好的，4234520064657374，对吗？啊，是对的。我可以知道到期日吗？是2月2022年。好的，还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没有了。谢谢您选择我们的酒店，有什么需要请您打来。再见。